登堂入室，以前的台湾银行，旧的台湾银行，新的在左边比较高的大楼。哦，好，还有智慧在文化中心这边举办圣诞节前的活动。哦，变明星。好，大家掌声。哇、哦，好棒好棒！谢谢韩国舞蹈团这十位帅气的男性球伴。其实啊，会唱歌会跳舞真的是很帅很帅。那其实啊，我觉得啊，其实音乐跟舞蹈都是一样的，只要呢你愿意做这个热情，是不分地区、不分年纪，甚至不分国家。聚在一起呢，就可以展现自己的青春本色。所以这四位学生虽然来自不同的学校，但是相当的有默契哦。后来的表演呢，是一首台语歌，演奏的乐器呢也很简单，但是呢非常抒情，也非常好听哦。